我往上抬一点。哎，姑娘，这东西你还要不要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因为我不仅看过这样的照片，还看过很多其他国家的，就是并不是人在炫富的一个照片，还有就是各种不同职业他们也是一个假设的照片。我觉得就是可能会，个人的想法呗，他想这么炫就炫呗，是吧？反正我没有，我做不到。好的。说相声和小品，感觉不搞笑，就是博人眼球的多一点，大部分都是美女啊，豪车这种。要不要？不要我就手术了。